跟大家今天介绍，这是一个日本的冷饮酒哈。那你在是炎炎夏日的时候，可以把它当啤酒杯使用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，把它用冰红茶，然后来做一个示范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在每个杯子里面先置入冰块，这是我们的卖的这个冰块的这个壶。干杯！